驻新加坡代表梁国兴到任，侨胞热烈接机。梁国兴表示，台新有非常多共同利益，期勉自己任内促成更多合作，让台新关系更上层楼。新加坡呢，从1965年建国以来，跟我们面临的很多外在一样的挑战，但是他们经过努力的建设，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一个社会。我觉得我们将来双方不管是在经贸投资，不管是在观光旅游，不管是在这个文化的交流等等，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。梁国兴现年65岁，具法学、财经和管理背景，长期从事经贸外交工作。过去担任经济部政务次长任内，完成台新经济伙伴协定和台纽经济合作协定。这次出任驻新代表，受到侨界高度肯定。梁国兴表示，参加台新经济伙伴协定谈判时，向新加坡学到相当多经验，期许台湾未来和新加坡一样，加强经济建设，大力推动国际化发展。